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WeGo FM 歪果电台，我是 Johnny， 欢迎来到7分钟 EDM 入门指南。大家都知道啊，在过去的30年里， 各种各样的 EDM 流派呢都在发展， 比如 House, Techno, Hardcore, Trance, Drum and Bass 等等。 在一个已经定义的 EDM 类型中呢， 风格上的变化也会导致子分类的出现啊，两种或者多种类型的元素组合在一起， 也会导致一种全新的 EDM 类型的出现。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的是 Progressive House， 也是House音乐当中的一个分支， 起源于90年代初 House音乐的第一波浪潮后。 它最早呢起源于是英国， 后来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发展和定型。 Progressive House 曾经被作为呢是反Rave的标签啊， 但本身却生于Rave文化，当时在英国夜店呢成为标杆性的音乐风格，是英国人非常喜欢赞不绝口的东西。 当时的Progressive Music 其实融入了非常多的Italo Disco的元素。 注意啊，我在这里说的不是Progressive House， 而是Progressive Music。 在80年代末啊， Progressive House这个词还没有出现， 英国音乐记者Simon Reynolds将这个音乐风格呢 称之为Progressive Dance。 对了，虽然风格大相径庭啊， 但是我们之前有说过， Techno的出现呢 也是吸取了Italo Disco和Chicago House形成的。 其实要真的对比起来啊， 现在的Progressive House和传统的Progressive House区别是真的非常大呀， 甚至90年和00年的Progressive House和现在的也根本就是两个模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Demo 5电子鼠 就完全是一个Progressive House风格的DJ， 而且他的知名度我觉得每一个听电音的都应该知道他， 但是很多人根本听不出来他的音乐风格啊， 其实就是Progressive House。 他的歌除了极个别以外呢， 其他的全部都是那个。 所以说因为风格啊变化的非常大， 所以对于Progressive House的定义呢， 在近几年呢人们已经混淆了。 很多人把Melodic House 或者是听觉感受比较清新的Electro House 归为Progressive House。 我个人认为呢， 从House发展的时间线来看啊， 这是不太严谨的。 刚才我们有说到Progressive House的出现时间 约在90年代初期， 当时的Progressive House 由于具备舞池的属性啊， 它的编曲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注重连贯性， 鼓点呢是基本不会停止的， 而渐进的编排让它在情绪上 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大多数DJ喜欢用合成器的波奏音色啊， 和鼓拍来构成律动。 具体呢， 大家就从这首Demo 5和Cascade合作的这首曾经火遍西岸的I Remember来感受吧。 Progressive House的定义在几十年里呢， 也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几年的Progressive House这个词呢， 开始用来形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 Swedish House Mafia和Nicky Romero就是这种新风格的领军人物啊。 这种新风格的典型特征呢， 是大开大合的合成器Leads。 这个Leads指歌曲的主要声效， 而Bass呢 是歌曲的基础声效了。 还有就是非常有带动性的情绪化的旋律。 现代的Progressive House听起来呢， 是又强烈又激进， 由和弦构成的旋律呢递进和大量 白噪音叠加而成，相对来说早期的Progressive House 听起来更加的舒缓含蓄， 更像Deep House 一些。新一代的电音爱好者提到Progressive House 会想到Hardwell， 而年长一些的爱好者们呢， 可能会嘲笑这种想法。 好啦，复习一下，现在的Progressive House呢， 通常伴随令人舒适的人声，加上简单的歌曲结构，以及朗朗上口的渐进式旋律啊。那么现在的Progressive House呢， 也是最容易与流行音乐融合的类型。 比如 Zedd的Clarity， Afrojack的Takeover Control， Avicii的Wake Me Up等等。 代表性的制作人呢， 有Hardwell和W&W等等。 有机会的话呢， 以后的节目里我们会再给大家专门介绍一下这几个DJ。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7分钟EDM入门指南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电台前的各位 River 们，不知道这期节目合不合你的口味哈？如果觉得这期节目还可以的话，就赶紧为我们歪果电音趴点赞、评论、互动，不要停。此外，有任何想要了解 EDM 新闻、对我们节目的意见也好，甚至你想给谁点个歌，都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期待你的到来哦。那下半期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准备好和 Johnny 一起进入 Next Level 了吗？ Let's go！Oh.